好了，终于来到了第五关了。他做的对啊，人比动物还更反复无常的，很烦啊，真的鸡掰。好，猫猫因为生长多力量啊，尝试安抚他们。哦，这是上一季的那个收养的小狗。那就先买这个。好险好险，刚才手有点滑到，有点没按好。Awesome. 啊，体温那么低没有问题吗？我有疑问啊。不是说量完体温，量完体温以后要开始做下一个行动吗？哎，你量完没有做其他事情 ？OK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四条线给我降速度降那么快。我可以不要理他吗？好，那这次的
影片就在那边告一个结束了。我是觉得最后一幕很诡异的一件事情，你本来猫好好在那边，结果突然就躺地要撕休克失血，就你在前面的剧情就不能稍微表现一下吗？而不是说突然倒掉这个样子，好像有点奇怪了。好，那这次游戏影片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次从六到十啦，那没我有点忘记说这游戏居然是十，没错啊，以往来说其他都是十个一个章节十个小关啊，太久没玩了。这次剧情部分是讲说爷爷退休去旅游，然后刚好有一个老顾客指定要他爷爷帮忙。那艾米虽然说完成了客人的需求，不过就突然发生一件事情，不知道这猫猫到底能不能好好的存活下来，也是很让人期待的。也不是说期待，也是应该怎么讲，就是哎，算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。好，那游戏影片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就下一次再见。